Okay, so it's the part 2 video. Part 2 video of me eating this dinner. Part 2 video.因为我老担心这个脑袋磕着嘛，对吧？那个女的，但实际上没有问题啊，我在这儿。
后期我给你去处理了，收房的时候你看效果就行。在现在的格局基础上，设计师不仅要做好每一个房间的独立收纳，还要消除业主所担心的压抑感。他真的能做到吗？出来的时候，这只手在捋头发，然后这只手想把这个玻璃门移开，就还没有移，就碰到那个把手的瞬间，他就是突然自爆了。是田立豪，是淋浴房的玻璃给震了吗？咱们家那个淋浴房沿用的都是一些钢罐的磨砂玻璃，我们家两个孩子他们经常的会跑啊，会打闹啊，会来会撞。你说这两个地方的玻璃的衣服安全就换了，会不会像视频里这样的？为了打消业主疑虑，设计师带业主来到了玻璃厂。这个钢化玻璃呢，它主要是有一个自爆了之后，或者说它是在这个温度环境不一样的产生的一个热炸裂，它有一个张力。虽然说钢化的颗粒很小，特别容易伤人。是不是卫生间这个浴室就不太适合用钢化玻璃？假设你用的单方法，那外贴一层防爆膜，这层防爆膜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。这样它即使坏了，它也不会伤到人。书房在即，设计师来到业主的暂住地，他没有问题。我们那个马上因为要收房了，我今天来到你这看一看，做好了很多的收纳的柜子嘛，然后就看看以前咱们家那么多东西搬过去是什么样。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您可敢当？对，这个我们生活确实特别方便啊。又这么多？这才是一小部分。你看那边有那阳台。原来家里堆的到处都是编织袋，在这个租住地里依然是无处可放，只能被业主临时堆在过道处。那你看这一摞，就是今天我们都搬过去的。那对，都要搬过去。还有阳台都是小孩的玩具。您看我们家这么多东西，那我们那个房子能装得下吗？肯定装得下呀。啊，对啊。我都表示怀疑啊，我们原来好多东西都堆在那个小旮旯里。改造前，业主家没有储物空间，东西被堆得到处都是。改造后，设计师真的能将如此多的衣物装进新家吗？经过统计，搬过来的编织袋数量有60个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家大部分的一个储物量，那么下面呢，我就要把它藏在整个房间里，把它收纳做好，让整个业主回来看不到它们。设计师真的能如此多的物品消失不见吗？这个家里的储物空间，人的日后所需。啊，业主你好。地方有我学习的地方。设计师采用上床下桌的方式，让大宝拥有了独立的房间。啊，你在小床上，你看看，这个还挺宽的，比一般的单人床宽一点。你之前是跟爸爸妈妈睡在一起吗？对，那睡着舒服吗？不舒服，很难受。这张儿童床就是业主在施工过程中所担心突出来的床架子。由于儿童房的面宽不足2米，设计师借用一部分主卧上层空间，解决了儿童床的长度问题。而在主卧一侧，设计师利用突出的结构做出了一个延伸的置物台，消除了突出部分给人带来的不适感。3、2、1，摘下来吧，看看，哇，好亮。改造前的厨房被冰箱占据了大部分面积，使用起来非常拥挤。改造后，厨房并没有改变位置，而是将厨房重新布局，采用 U 字形的操作动线，消除了一进厨房的拥堵感。视觉上，厨房是原来的1.5倍。现在咱们最想看的房间都看完了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些其他的空间没有揭秘，咱们等设计师一起来，跟我们一起看。随着设计师的到来，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啊？我们家人都看了自己最想看的那个部分，自己心中的一些疑问，您带着我们看看。好啊，好。看之前呢，我给大家出了2个难题。嗯。啊，来，我们上楼去。设计师所准备的东西是我们每个家庭都必不可少的清洁用品，但往往这些清洁用品是导致家里凌乱的罪魁祸首。设计师拿出的这些东西究竟有何用意呢？我把它准备好了，是让大家试一下，我们在家里面把它们放在哪个位置是比较合适的。在以往的节目中，设计师很少会考虑清洁用品摆放的位置，那么本次设计师王鹤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？业主又能够找到何
adjust travel packages or air tickets and... Frequent plucking causes dull and bumpy underarms like this? Use Nivea Extra Brightening Deodorant enriched with 8 superfood ingredients to deeply repair and protect for the power of 5 times radiance, healthier looking skin and lasting fragrance. Yeah, 我买了昂咕贵，阿丹说啊，这一家很著名的，所以就买一些给你试一下。好。哎，陈凯回来了，哎，我买了昂咕贵过来吃啊。不好吃啊？不是，我最近胃口不好，怕吃多了难消化。都是花生的。对，都是花生的，好的不算数。陈凯。嗯。你怎么知道雪娃不喜欢吃花生的？乱猜的吧，上下厕所。他很厉害哦，我认识你这样久，我都不懂你不喜欢吃花生。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也不知道你不喜欢吃巧克力啊。倒也是，啊，那这样不要吃了，你举起手了。出来啊，是跟雪华有关吗？不是，是你男朋友的事。他又在外面惹是生非了？没有了，我只是好奇你跟他到底怎么了。他这个人前科累累，死性不改，我对他早就死心了，我们是不可能复合的。你跟他很熟吗？这么关心他？看他跟雪华比较熟，他们很像认识很久。他们不认识？怎么可能？他现在就住我家。哎，你说我的前男友住进你家？怎么可能？你看，就是他，陈凯。是雪娃跟你说他是我的朋友？是吗？是，他是我前男朋友。我只是没有想到他会住进你家。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了什么感情事？是陈凯的事。感觉你跟陈凯很像，很熟悉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去找过艾米，她看了陈凯的照片，感觉不像看到前男友。就算你不要告诉我，我也可以自己去查。但是，我希望你能亲口跟我说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隐瞒你，我不想你胡思乱想。陈凯是我的前夫，玉阳和玉兴爸爸。玉阳和玉兴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他们一直以为他们的爸爸已经死了。希望你替我保护。既然你已经知道陈凯的身份，能不能想办法尽快将他搬出去，离我们越远越好。陈凯，哎，这些家务你可以交给我，你不用做的啦。我先顺手呗。对了，我的朋友要把房间出租。你之前不是说住在这里很不适合吗？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，价钱会便宜的。其实现在大家好好的，就暂时不用搬了嘛，好不好？不能这么说，家里有两个女的，你一个陌生男人进进出出很不方便的。你也是男的。我不要，我是房东。哎，一样是没有关系的男人。看来不让他知难而退，他是不会走的。虽然现在暂时没有，不过很快就会有了。我跟雪娃是男女朋友，我们迟早会结婚的嘛。还有房子那么小，住那么多人很不方便的。晚上在家了，不会打扰到你们。厕所也不够用啊，那么多人。我不会留在这个家太久了。总之情况稳定以后呢，我就搬了。那出来，出来。什么叫情况稳定？我怎么知道你几时才稳定啊？老师，你要见我有什么事吗？这个月来玉馨常常缺课，玉馨原来学校上课，
有时候一个星期只来一天或两天。怎么可能？我每天早上都有看到他穿着校服背着书包出门的。穿着校服背着书包不代表是来学校。玉馨在学校的纪律和操行都不是很好。他和几位同学结党欺负和勒索其他同学，已经被学校列为问题学生，记了一次大过和几次小过，希望你能多加注意。玉馨惹了这么多事，学校为什么没有通知我呢？我每次要求见家长都是玉馨的哥哥来的。我儿子每次都来。我一直以为玉馨的事情都知道，看来你被蒙在鼓里了。希望你能好好的跟他沟通，再这样下去他很有可能毕不了业了。陶寻惹是生非，欺负同学，玉馨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？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心才要你搬走，都是雪花想要的。可以让我住多一些日子吗？17年我没有好好的陪着孩子。我想做爸爸应该做的事情，我真的希望孩子能够原谅我。帮帮我，我不会把身份说出来的，帮帮我。出现在我面前，帮忙我。说到要做到。想看的好节目，不按到处找，八频道严选8点，全力以赴。你看好节目的不二选择。95%的人事后都购买，请你免疫家，你也一试。
三天种的豆苗，所以它比较嫩，比较甜。只要是新鲜的食材，就已经可以卖了。在烧这个煤气、石油气的时候，二氧化碳就累积了，好像是在跟地球盖一个棉被一样。我晚上睡觉是不开冷气的，在生活习惯上进行改变，可是有大大的效果。空中访民情，星期天晚上。绝对不能被发现。你爸真的什么都要管，你还受得了？
如果是我，早就跟他 square 了不了啊。我连意见都不能提，更何况是反抗。说真的，你有没有想过掌控自己的人生？我认同这个说法，不过认同和办不办得到就是两回事。说的对，我们人只活一次啊，当然让自己活得快乐一点。那你有没有听过啊 ？WZZW。睡觉，整天只抱着电脑，就什么都不做。你现在终于相信我不是在玩了吧？现在难得有一家大公司要跟我合作，我一定要做得最好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对，那你要继续好好的加油。我会的。有什么需要妈帮忙的，尽管跟我说，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。妈，这些日子让你受委屈啊。以后我成功了，我一定好好孝顺你，来带你出国去旅行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知道啦，你永远是妈的骄傲。上班，睡吧。我等你等到睡着了。Sorry。
哎呦，是。因为有些地方不够流畅，我想要做得更好。爹啊，你真的打算一辈子设计你的游戏啊？我只是觉得你等了那么久才有这个机会，就算这一次成功，下一次也未必会那么幸运呢。只要做出口碑，自然会有下一次的。现在老是失去找的工作，就比较稳定，比较实际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把兴趣当成工作，你不觉得我很幸运吗？只要这次的游戏能够一炮而红，就不怕找不到投资商。如果现实不那么简单就好。事在人为，只要我肯努力，一定能成功。可是我还是觉得没有安全感。